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妹提阿姆东拉。在这片有着大自然馈赠的土地上，到处都充满着温情的味道。听喧嚣的朗朗书声，精神美好旋律的音乐。今天我去接我的女儿唐璇，她像网络一样给我汇报学习情况。爸爸，这是我们新学的课文，我读你听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一九田里墨，更响一层楼。那不能。听活，我给他讲解答，这是表达自己单数和无限。江区的人情态度值得我们学习。在休闲的时光，带上我的孩子到我们这里的特色景区梁中场，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，我给他们拉起了手风琴，当然和我们当地的竹筒还是区别很大，所以特意又来到了当地的竹筒前地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民族乐器和古文乐器的区别。当然这些乐器在我们这里是不分国度的，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。看着家人们开心玩耍的样子，也许我们正确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快速发展。